家马丁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实用又百搭的包包，包包有其他几个颜色供大家选择。给大家看一下这款包包的外形，外形也是非常饱满立体的，侧面的弧度也是非常漂亮的。看一下包包的这边的五金设计非常的独特，这边还有小挂件，非常的别致。包包这边的五金也是加固处理的，这边的手提也是加厚的，这样拎起来比较舒服。包包的背面有个防盗的拉链，可以放些贵重物品，比如我们的手机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包包的容量，打开我们主带的拉链，这边拉链头都是设计非常精致的，光泽度也是非常好的，拉链非常顺滑。打开我们的拉链，看一下包包的容量，可以放得下 iPad mini、 大号的手机、雨伞，还有我们的充电宝，这边还可以放一个大号的钱包，容量还是非常大的，方便实用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包包的这种背法，可以带手提子、带手腕的，可以带单肩背，还可以斜挎。